接下来呢，要为大家示范的是如何去接滚地球。首先呢，我们从预备动作开始做延伸，准备动作，然后球从地面的球滚过来的时候，第一个注意你的前脚掌，你的脚前脚掌去做旋转，然后让你的膝盖跟脚掌这边形成一个关门的动作。再来上半身的部分，记得一定要面向着球，好，都是面对球。还有手的位置，我们不要让手在后面等球，而是要有意识的向前出来迎接球。那在做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手掌一样都在球的后面做保护。那接到球之后，记得下巴扣住球来做一个保护动作。接下来呢，为大家示范的是如何去接腰部这一段的球的方式。一样呢，我们从预备动作开始，然后视线呢保持在球的路线上，球从正面迎面而来，双手向前迎向球之后，把它收进你的怀里。那记得这个时候呢，侧面的动作给大家看比较清楚，球收进来，记得你的手肘不要跟你的肋骨太近，因为这样收进来的时候会去撞到，反而会害自己受伤。所以球收进来的同时，你的手肘要往前延伸，这个时候下巴扣住球去做一个保护动作。